我叫陈祥梅，来自贵州，今年29岁，定居北京11年。我蛮喜欢我现在的生活。你呢？什么时候来的北京？日子过得还欢喜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子俊姐，我叫陈祥梅，以后就叫你祥梅吧。如果你出身平凡，一切都要靠自己，又想活得充实、开阔、令人羡慕，这一路注定要遭遇不解。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了？出去！你就是个助理，你连助理你都干不好，什么事不能提前安排好吗？都得我教你吗？下去！你要坦然面对人生中所有的苦痛，无论朋友、恋人，你到底喜不喜欢我？亲人。很多时候并没有好好说再见这回事，必须学会少依赖你。对了，还要学着与寂寞相伴。我什么都没有，也没有退路，但是我必须留在北京。让我去南京见你，我会拼尽一切保护你，保护我。来，这是我们家新人，他特别适合你的网。对，你要辉煌的登台喽！火了，真的是火了。在老家抬头会看见星星，在北京抬头却是漆黑一片。看不见星星又有什么关系？看得见梦想如何从一个模糊的渴望渐渐被一种心滋养，拔出芽，长出脉络，深深扎根，最终结果。我妈说了，你今天来。我叫陈祥梅，来自贵州，今年29岁，定居北京11年。我蛮喜欢我现在的生活。你呢？